中心咧，其實都可以發放一啲資訊，即係俾啲市民。因為而家市民咧係有啲人好多啲資訊唔知邊度去攞最新嘅。其實佢哋咧就係好想咧，政府能夠落地喺佢嗰個疫區裏邊咧，係建立一個有一個即係綜合嘅中心話俾佢哋聽，究竟個情況係點，同埋咧指佢哋嗰度要點行。而家有啲咧想去檢，但係又一來而家私家就貴，政府嗰啲又排曬隊，咁就叫人哋唔好去咁。我哋面對住長者，當成個全山中心周圍都有事嘅時候咧，啲長者住點算？去買又唔夠膽買，唔買又冇得食。嗰條村十座樓，基本上十座都中曬㗎啦，即係恐怖啲講淪陷咗啦已經。咁但係而家最擔心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、其實每日聽阿張醫生講就好多確診數字，但係我哋唔知道政府做過啲咩。嗰棟樓確診咗之後，到而家十座樓只係得四座係做過一個全棟嘅檢疫測試。當絕望、彷徨、恐慌嘅時候呢，就社區就集結咗一啲怨憤走勢，我哋就建議喺我哋中間有個重災區前山，有中央嘅球場，前山中央公園球場應該做，咁就喺嗰度啱啱咧，慈政、慈愛、慈康、慈民一紮重災區佢喺個地方。咁如果你政府嗰度如果能夠做一啲發放嗰啲唾液啊，或者收啲唾液啊，或者聽啲老人家啲市民咧嚟講佢嗰種各種情況嘅時候咧，佢就起碼感覺你佢身邊，與佢同行，